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49页倒数第五行，从又定善依云，从这看，注宝莲树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。有佛心是无漏故，其树也是无漏也。这一句话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华严经上佛说得很清楚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佛说了八个字，唯心，这个心跟此地讲的无漏是一个意思，无漏是心，识呢，识是有漏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真心就是自信，自信。自信是圆满的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自信是清净的，自信是不生不灭的，自信是本自具足的。这个地方与本自具足这一句很重要。极乐世界这么多的宝莲树是自性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现在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，无漏心中就是真心，也是自性，真心自然流出来的，流现出来的，是现的。没有识别，
因为极乐世界的人全部都已经转识成智了，转八识成四智了，变成无漏了。这一句非常重要。弥陀无漏心中，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真心之中。无漏心就一个，一切众生共同的，我们跟佛是一个心，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个心，我们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万事万物都是同一个心。所以佛法没有说造物主，造物主是谁？是自信。慧能大师最后一句说得好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佛心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。这是真心所现，法而如是，自自然然就是这个样子。有佛心是无漏，他所现的万法统统都是无漏。我们再问一句，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他已经把妄心卸掉了，他用真心了，用真心看一切万物，都是真心无量的功德得用啊，变现出来的自信所生，自信所现，所以它是平等的。所现的一切万物，无论是哪一个物，都具足无量无边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。华严经上所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能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慧能大师在世，他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树木花草，是信德还是阿赖耶的性相分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？我们仔细去想想，去体会，能大师六根所接触的境界，跟这个经上所说的无漏心中流出，是弥陀无漏心中流出，也是化身菩萨无漏心中流出。化身说明心见性，只要你见性，
你就见到实相。啊，他所见的是诸法实相。没有见性的人呢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所执着的是幻想、假象。为什么？实相、真相不生不灭，法身菩萨见到了，没有真的法身的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他们跟我们一样，用八识，不是用四智。那用八识呢？有生有灭，一切法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跟不生不灭，有什么两样？实在讲，没有两样。啊，如果要说不一样的，那就是见性的人心地清净，决定不可能把这些妄想放在心上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境界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凡夫是起心动念，所以凡夫有十变，变是变化，这个变化多大呢？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我们把它翻成现在的话来讲，每一秒钟有2240兆次的生灭，这么高的频率，生灭等于不生灭。但是我们呢，不生灭的那个没看到，我们只看到生灭。化身菩萨生灭跟不生灭全看到，同时看到，都不放在心上。啊，生灭的假象不放在心上，不生不灭的真相也不放在心上，高明就在此地。啊，所以底下说啊，由于佛性是无漏的，树也是无漏的，乃至也无老死，无老死就是不生不灭。啊，也无小生，也无畜生见长。啊，小生、畜生，小是从小长大。啊，出生慢慢长大，看到这个现象。啊，真相是什么？起则同时顿起，注意那个顿字，数量顿起，何以然者？啊，何以然者？
为什么会如此美好？啊，彼界为是无漏无生之界，其有生死见长之意。这一时一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他的殊胜跟其他诸佛刹土不一样。诸佛刹土里面十八土是这样子的，方便土、同居土不一样，有十变。极乐世界十八土没有十变，方便土也没有十变，同居土还是没有十变。这就不可思议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？阿弥陀佛本愿为神，无量功德加持。那我们到那个地方，接受弥陀本愿为神加持，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感受，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。同居土里头的众生跟十八土没有两样，也就是我们常讲三道极乐世界品位有，不是没有，待遇平等的，都是得到最高的待遇啊，就是十八土化身菩萨的待遇，这个太难得了。若不是弥陀加持，靠我们自己修行修到这种程度要多久？经上常说无量劫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就啊，把无量劫变成一生，这种殊胜，这种真实利益摆在我们眼前，我们要不要啊？要就得要依教奉行啊！我们念佛能不能往生？最近有好几个啊，有人给我们的信息，没有往生的，不但没有往生，他们都向我道去了。哪个我道？地狱我道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虽然天天念佛、拜佛、求生净土，可是他用的心呢，是轮回心。共高我慢的心，自以为是的心，
妄想分别心、嫉妒障碍心，造作许多罪业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现在走了，有人托梦，有人找通灵的，传递信息给我。通灵自古就有，这一点不稀奇。每一个朝代都有记录。啊，自赞回他。这是最容易出现的毛病。总以为自己不错，瞧不起别人。这是什么罪？这是破坏佛法的罪。因为佛法是和睦的。你不跟人和，佛法讲六和。大家在一起一个道场共修，做不到六合，就是把僧团破坏了。啊，破六合和僧团，罪在无间地狱。所有重罪，这是第一个重罪。但不出家不念佛，也许不会堕无间地狱。佛没错，你自己错了。你的师父没有教你，你在佛的经典上没有念透，连这些基本的常识都没有。啊，所以来生人天的身份都拿不到。你说你冤不冤枉？啊，无戒十善做到了，不是人生。啊，来生到人道来。上品无界十善，生于界天。啊，四王天、桃李天、夜魔天、斗率天，你修的大福报啊！啊，在轮回里面还是享福啊。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行门定了五个科目，大家要记住，如果记都记不住，你怎么能做到？啊，你做不到就犯罪。你的前途就不是极乐世界，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反，三恶道啊！你是多可怕？啊，净宗学会最早在美国加拿大成立。我跟黄念祖老居士见面的时候，美国加拿大一共有七个净宗学会。我离开美国的时候，
美国加拿大有30多个建筑学会，啊，我跟大家约定修学的纲领啊，我们的戒学、戒定慧三学嘛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戒学是敬业三福的第一个，敬业三福是我们总的最高指导原则，一共三条，不多，很好记啊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身仁义，这第一条啊。我们把第一条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，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，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，这个要做到，这是戒律啊。那一句佛号念熟了，功夫得力了，那叫定功戒。你念到念佛三昧了，自自然然会孝亲尊师啊，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你通通都会做到啊。所以有定功戒，有道功戒啊。定功戒是孝成，道功戒是大乘。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，你们做到了没有？出家道场是家庭，在一起共住的有师徒，有师兄弟啊，还有寺庙里还有在家居士，四众在一起共修，一家人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，修净土求往生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都是一个老师的学生啊。这一个寺庙的住持和尚，他是大家的模范呢，他是大家修行这个样子，他抬头啊，他能够做到，大众自自然然都会做到。所以主持方丈不好当啊。啊，我们自己也晓得自己的身份呢，也要做好榜样。啊，那么这三福头一条我们把它落实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，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，起心动念想到它，言语造作想到它，可不能违背啊。
你要是违反了啊，那正是俗话所说，人在造，天在看。天是什么？护法神。佛菩萨看到了，护法神看到了。我们每天要累积往生的资粮，不能累积六道轮回的资粮，别搞错了。那就是这五课是必修的课程啊。净业三福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众戒，三规五戒，沙弥律仪。啊，至少沙弥律在家出家都可以学，应该学。啊，第三福，发菩提心。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特别重要。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啊，你看，就是劝进行者这一句。是帮助别人啊，前面十句统统是属于自己，自己这个十句做好了啊。读诵大乘是叫你读一部经啊，你学哪个宗派，学哪个法门，主修的这部经典一定要天天念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刘所云居士专修无量寿经，他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，念到现在二十年了。他能不开悟吗？我常讲啊，一千遍小悟，两千遍大悟，三千遍、四千遍、五千遍大彻大悟。啊，念经是干什么？是修定。啊，不是叫你背诵。你要背诵就错了啊，那个背诵是附带的，变数多了自然会背了啊，不是想为了背书去读经的，不是为了得三昧。用无量寿经修定，得到定叫念佛三昧。海贤老和尚是用一句佛号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经，啊，他就会念这一句佛号。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从这一句佛号
得三昧，得念佛三昧，大彻大悟。啊，一悟一切悟，所有障碍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法从自性流出。你只要见了性，自性流出的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知道。通了，所以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；一法通，一切法通。他没有障碍了。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今夜三福这个指导纲领，每一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要遵守。啊，那么在讲戒律，戒律首先的六合。我们有没有做到六合？不要求别人跟我合，要求我跟他合。啊，我跟他合，他跟我不合怎么办呢？我随和他。啊，只要他做得如法，他不如法，我赶快走路。为什么？这不是和和僧团，那是斗争道场。啊，斗争道场住在那个地方，要是受干扰，那是有罪过的。啊，离开为好，不受干扰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的弟子，他们的生活是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啊，晚上睡觉咋呢？在树底下。一心在行道啊，树下就一个人，没有两个人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求往生啊，我们要求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不求啊。啊，找不到这样的道场，同参道友找一个小地方可以避风雨，就能修行。啊，要找小庙，最好是有人住过的，啊，已经受严重破坏了，我们慢慢把它修复，有个两间三间房子可以了，真能修行。害不善，是天台地贤老和尚的徒弟啊！你看锅炉匠就一个人啊，老和尚给他找一个破庙，没人住的，这个庙连大门都没有啊，让他住在这个里头。你看他在念佛念了三年，三年站着往生，
一句佛号，他也是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四十多岁才出家，学什么也学不会。老和尚这一招高明啊，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啊，这就是他的本事啊。他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念累了就睡觉休息，休息好了起来就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三年成功了，烦恼习气很重的一个俗人呐、啊，遇到这个高明的老和尚，教他这个妙法。三年自在往生，啊，他是不是三年刚好寿命到了？这个话讲不通，不合乎逻辑。啊，那这三年怎么往生的呢？在我想，他是迎客法师一类的任务，功夫念到成片，佛就来递信息给你，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久，那到时候我来接近你，接引你。啊，那么有一类聪明人见到阿弥陀佛机会太难得了，就抓住这个机会求阿弥陀佛，我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啊，阿弥陀佛慈悲，真的答应。啊，我们想过了我锅炉匠是这种人啊，他欲知时知啊，怎么欲知时知呢？你看他的行为就知道了，从来不出门，三年没出门，往生前一天他出门，他到城里面去看看老朋友，哦，那是去辞行啊，他不告诉人啊，只是来看看大家。第二天他就走了。啊，所以他欲知时知。啊，他还有寿命不要了。啊，不再受人间这些苦难了。到极乐世界去了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能看到的啊。我们看念佛往生的人看不到这一招，那你就错，你什么都没看到啊啊，这是给我们坚定信心，坚定愿心，我们能这样干也能见到佛，也能见到菩萨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不出什么大的贡献，还是早一点往生好，抓住机会绝不放过这就对了啊。所以活活生的没有人，你看锅炉匠一个人这个事情
学佛的大夫长者还不少啊，真正他们想做真正功德，护持一个出家人念佛成就往生的，这个功德大。比建造一个大殿的功德还大，比建造一个念佛道场的功德还要大。为什么？他做佛去了，你帮助他成佛。那大夫长者照顾几个人没问题啊，给你租一间房子，你自己一个人在里头老实念佛，不受任何干扰，他能做得到啊。啊，供养你个三年五载你就往生了。还有哪个功德比这个大的？找不到了。你到极乐世界去成佛，成佛要度多少众生？真正修福的，像培福的，他会留意这个机会。那花费不多，一个人吃饭啊，住宿，有个小房子，不受干扰，偏僻地方，甚至于雇一个人替他烧饭，替他洗衣服，啊，多好啊！住的这个人，雇的人可以跟他不住在一起，啊，每天呢烧两顿饭，啊，早晨自己用一点点心就可以了，烧中午饭、下午饭、晚饭，啊，这个给你洗洗衣服。照顾照顾锅炉匠，就是地仙老和尚这样照顾他的，他什么心都不操啊，每天有吃有喝的啊，有休息的时间，念佛一句佛号，一天到晚都不中断，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，人人做得到啊，人人都能成就啊，他在末法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，这是民国年间人去我们不远的，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现的世界，法界完全是信的，不生不灭，人跟佛无量寿，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也是无量寿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准上之意，在彼国。宝树借阿弥陀无漏心中所流出，无有老死
亦无千变，故无出生于见长之相，这都看不到。啊，我刚才讲的话还没讲完，我们讲基本的戒律，六合，跟人相处要和睦相处，无论跟什么人啊，一定要晓得一生不跟人对立，对立就会有冲突啊，要怎样呢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是修功德，这样好啊。啊，这个世界他不想走，他想占有，去都给他吧。我们不想在这个世界常住，知道这个世界都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人家要都给他。啊，没有一样不能舍的，心平气和，没有烦恼啊。啊，那我们都舍掉了，我们自己怎么办？佛菩萨照顾，佛菩萨会找人来照顾你。我这一生呢，经历过好几次，不是一次。啊，所以我知道我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。啊，连寿命都是佛菩萨延长的。啊，我的寿命我很清楚，只有45岁。啊，我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，一个月之后病好了。没走啊，老师教我的这个路子，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啊，我知道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讲经教学，79岁过世啊，入般涅槃，从来没有休息过讲经说法49年啊，他教化众生是有体系的，不是随便讲的啊，像办学校一样，先办小学，再办中学，办大学，办研究所。他一生确实是这样这么做的，我们看出来了。啊，最初讲阿含小乘12年，好比办小学。啊，小学毕业了办中学。中学讲方等，方等讲了8年，啊，跟前面加起来20年，这二十年是佛学的基础，20年时间奠定的，这个基础深厚啊，可以入大学。大学讲真的了，讲般若，般若是智慧啊，佛教教育是智慧的教育啊，讲了多久？22年，你看一生讲经
49年，般若占22年，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。啊，这是佛陀在这个世界讲经教学重点的课程。啊，最后8年讲《法华经》，那是研究所，教菩萨怎么成佛。啊，佛陀这个名词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，最高的学位，佛陀，好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博士。第二个学位菩萨，啊，好像学校里面硕士学位。第三个学位是本科生，学士学位，阿罗汉。一段一段帮助你提升的。真的是办学，现在所有的经藏佛事法会，那是后人造搞的，佛陀在世没有啊，佛教传到中国也没有啊，甚至在唐朝之那个时代，唐朝的初期也没有啊。可能记载的最早的唐明皇，啊，说到唐明皇，大家都会想到杨贵妃，啊，唐明皇念着杨贵妃，几乎把国家的命脉都送掉了，啊，这引起安禄山的造反了，这个内乱平定之后，死伤的人数很多。唐明皇下了一个命令，在每一个战场，啊，主要的战场，每一个战场建立一个开元寺。那什么意思？那是忠烈祠，啊，追悼纪念这一些死亡的将士跟平民，遭受劫难死伤平民，这是一个纪念的性质，唐明皇做的，应该这个就是金蝉佛寺的起源。啊，国家这样做了，以后人家家庭有钱的大户人家，老人过世了，请几个法师在家里面做一堂佛寺。啊，那是附带的，不是普通的。真的是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啊才做这个，一般人家他没有能力啊。金蝉佛寺应该从这做起开始啊。到满清中叶了，就很兴盛了，讲经慢慢少了，还有讲经，现在讲经的没有了，全变成金蝉佛寺。这个历史我们要知道，事实真相要知道。佛法在中国是大乘，8个宗派非常兴旺啊，8大宗的成就很可观了，都在大藏经里面，你看看每个宗派留下来的著述啊，这8个宗派要兴旺起来
能不能兴旺？老师没有了，老师没有了，方法在。只要你依照这个方法，没有老师也能成功。持戒待定开智慧啊，指导的原则祖师指导的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你学经教只能学一门，不能学很多，学很多你分心，你会有干扰啊，不能成就。要专心，不能分神啊。我们现在有两个例子，你看刘素云的例子，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他用的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一天念十个小时，念了二十年，前面十年我们不认识，后面这个十年我们见了几次面了，有成就啊。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遍数念多了开悟了啊。我常常做比喻说，念一千遍小悟，念两千遍大悟，念三千遍五千遍大彻大悟，全都明白。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真肯干，真能成就，得三宝加持，祖宗庇佑，你会成就，你会成为一代宗师。这方法不是我说的，祖祖相传，几千年传到现在。我们自己有经验啊，经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学经教，有时候遇到困难，这一段讲不下去，怎么办？不讲了，把经放在佛龛上，拜佛拜经，拜上三四个钟点，哎呀，意思忽然出来了，学都来不及。啊，这七义自见呢，我们的短时间、短暂时间祈求三宝加持。啊，何况你天天干呢，那感应不可思议。啊，不怕没有老师，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。啊，孔子、孟子是我们的老师。只要我们真学，真有感应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所以六合敬重要，见合同解，大家修学一个法门，不会冲突，老实念佛。啊，互相照顾，同参道友。不能对立，不能争论啊，一争论就完了，不活了。
没有高下，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，通通都好，什么都好，才能相处啊！啊，对人尊敬，自己谦虚，啊，处处学忍让。啊，让社会大众看到这寺庙，看到出家人，都尊敬，啊，都认为这是好人，这是替佛增光啊，这是戒引众生啊。啊，善学，求学基本的原理原则，那就是持戒、得定、开智慧。啊，我每天读十个小时的经，念十个小时的佛，这都叫戒律。啊，真正做到了，那叫修定。定修到一定的时候，成熟的时候，他就开智慧。我们用什么方法？用戒定慧三学，约束自己。啊，另外还有两个科目，就是六度十愿。啊，六度是菩萨道。不是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般若啊，不是放在第一，不是是什么？学着先对比，先别人后自己，这就是不是的真意，真实意。啊，先照顾别人，自己放在最后，不会有争论了。学放下，真正修学。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你多自在啊！有求很累啊，什么都随缘，什么都好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。啊，多余的给人，人有需求的给人。宁可自己缺一点，不要叫别人缺一点。这就是布施波罗蜜的圆满。啊，持戒就是守规矩，弟子规是规矩，处事待人接物的规矩，一定要遵守。那佛门里面每个道场有每个道场的规矩，他要没有规矩他就乱了啊，一定要遵守他的规矩啊，我们才能和大众相处啊，还要修忍辱。别人跟我们为难，那都在考验我们有没有忍辱的功夫啊！所以遇到人侮辱我们、回报我们、陷害我们，我们怎么看他，都把他看作
佛菩萨，他来考试我，他来给我机会，让我修忍辱波罗蜜。没有他，我知道我忍辱到什么程度。啊，这都是来考试的，都是来出题的。我们能忍，真正能忍。啊，没有怨恨。啊，而且把一切冤亲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平等看待。能忍才能得定，得定才能开智慧。啊，所以读书读经也是一种。其他的我放下，这都是人，属于忍辱波罗蜜。我不贪多，我只求戒定慧，一门就帮助你成就戒定慧，两门三门以上不可能，那是帮助你得到佛学知识，你不能开智慧。智慧决定是一门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最后是普贤誓愿，啊，发大菩提心，菩萨心扩大了，从离境诸佛开始。啊，诸佛是一切众生都是如。蚊虫蚂蚁也是祝福，花草树木也是祝福。祝福是什么？祝福是发心啊！一切法通通是发心变现，那也真心，真心是佛。一切万物都是真心变现的，真心所变的万物通通是佛。没有一样不是佛啊！谁不是佛？我自己不是佛，我还没成佛啊！即使到我们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成佛了，我们就成佛了啊！我要成佛，看一切众生肯定都是佛啊！称赞如来。离境后面是赞叹，离境没分别，统统祝福，从相上说。啊，赞叹呢，从性上说，赞叹有善有不善，不善的不赞叹，善的要赞叹，这就有差别了。离境没有差别，善离境。不善也离境啊，他没有分别的，称赞有啊，供养里头有分别，广修供养啊，忏除业障啊，忏除业障天天要反省，早课是提醒自己，晚课是反省啊，提醒这今天一天不能懈怠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违背佛陀教诲啊，晚课是反省我今天一天有没有做到啊，我天天能提升自己，月月能提升自己，年年能提升自己，这进步啊！啊，这四样都是对自己的，
要求自己。啊，下面一样是教我们处世待人接物，随喜功德。特别是不同的法门，现在是不同的宗教，要随喜，宗教才不至于产生误会，才不至于产生斗争。啊，我们这几年这些年来提倡的众神是一体，每个宗教都奉送供奉他们的神，上帝天主啊，我们要尊敬，不能批评啊。佛教里面虽然没有，我们进入其他宗教的教堂寺院，他们供奉的神我们要去礼拜，他欢喜啊。啊，我心目当中他供的神是谁呢？是毗卢遮那，是阿弥陀佛，法身佛了，报身佛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每个宗教名称不一样，事实是相同的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都值得赞叹。啊，我们都礼敬，都赞叹他的经典，我们爱读。啊，我今天看到澳洲发给我的信息，这一次在澳洲我没能回去，我做了一个20多分的录音光碟寄过去啊，放给大家看。澳洲宗教团结10几个宗教告诉我，还有外国来的宗教，到图文巴来考察来访问的，通通在一起，大家非常欢喜。那一天我看到了光碟，我看到了啊，我跟大家在一起用电视见面，我看到很多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啊，这些长老们啊，他们坐在前面一排，我看得很清楚。这份报告他们给送来了，我看到非常欢喜。欢喜什么？每一个宗教都非常认真的把经典编个360啊，那我希望他们能在一年当中编好，到今年年底我们把它汇集下来编成一本书申请，我们就用这两个字可以啊，这是每个宗教经典都汇集在一起，我们学习啊，啊，一起学习啊，啊，我们是现代人，现代人我常说了，我不说地球村了，村很大了，我说一家人啊。今天住在地球，地球是一个家族，是一家人，不是一个村。啊，一家人
更要亲爱敬诚啊，要相亲相爱，要互相尊重，要互相照顾啊，要互助合作啊，我们个人身心健康，幸福快乐，我们希望这个家庭和睦啊，家庭要讲求伦理，要讲求道德，要懂得因果啊，这一家人一家家和万事兴啊，地球是一家了啊，所以我们的社会和谐安稳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灾难啊，为什么？心善境随心转，今天科学家证明了，人人都爱人，人人都善心，善心啊，都能够互相勉励，真正落实明明德，亲民止于至善，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！谁来带头？宗教来带头啊！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啊，宗教是人类决定不能缺少的啊！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啊，文化，文化文明是宗教延伸出来的，它是宗啊，它是这个宗教是文明文化的根。那如果没有宗教，这个文明没有根，没有根的文明就不能够长存。这一些科学家认为，顶多200年，200年之后，他这个文明在世界上就失掉了，消失掉了。啊，古时候文明现在消失掉的很多，就是没有宗教做基础。啊，有宗教做基础的文明，它是无量寿的。啊，像中国的文明是无量寿。啊，中国文明的根儒释道啊，这三个根呢 啊历代的帝王非常尊重啊，把它发扬光大啊，让所有国民都能够学习啊，都能尊重，都能爱护，三教一家啊，才能够造成太平盛世啊。中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盛世，那我们今天全世界宗教团结，全世界宗教徒互相学习，我相信会带给地球千年盛世，这个贡献太大了啊！这是世界上第一桩好事，我们遇到了，机会太难得，我们要共同努力，把这桩事情实现啊！地球的太平盛世要落实啊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文化，用宗教啊，做得成功，我有信心我们在图文吧做成功了
1999年我们在新加坡做成功啊，那是小城，今天图文巴州是大城。啊，我们在扩大，也许希望明年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宗教大团结。啊，我们的身心出来了。啊，宗教经典精华录，所有宗教都在里头。啊，宗教的精华录，啊，宗教经典精华录，我们想个名称，啊，也就是360。每个宗教选360小段，或者360句都可以。啊，让全世界人民大家都看到，一起学习。啊，讲经讲什么就讲这个。啊，读经也读这个。啊，所有宗教经典统一了，好事情啊！啊，所以。学佛，净宗学会同学，这五个科目要学。啊，你看普贤深愿，我们讲到第五个，常随佛学，啊，随喜功德，啊，下面勤转法轮，请佛住持。重要啊，请转法门是邀请专家学者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讲学啊，现在讲办讲座是这一类的啊，请佛住持呢，与我们有缘的这些大德，希望他常住我这，不要离开啊，这是请佛住持啊！啊，他不离开我们，我们好好的跟他学习。啊，最后的三条是回向。回向自信，就是发心，回向发心，回向众生，回向。菩提，最后三个回向，我们所求的目标就是三个，这三个以众生为第一，以自性为最高最后的归宿啊，这当中是真实智慧啊，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，回向实际啊，所以净宗我只提出这五个科目作为戒律，我们必须要守的戒律啊，我们日常生活都要跟他对，不能违背。我们终极的目标是极乐世界，凭什么去？就凭这五个戒律，五种戒律去。稳稳当当，这五种在儒家讲至于至善，在佛家讲大圆满啊。那我们今天再往下面看，我们看6-49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，
彼土是无生之境，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一切法都没有生命，人没有生命，树木花草没有生命，山河大地没有生命，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啊，通通是无量寿啊。佛无量寿，往生的菩萨无量寿，无论是等觉菩萨也好啊，下品下生的小菩萨也好，通通是无量寿，平等世界，究竟圆满幸福的世界啊。所以故灵枢也住无生，也是无量寿，有情无情，平等一位，何伦是个不可思议。何伦，何伦就是龙种，一法不漏，全体是个什么？全体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啊。我看底下这一页，以不可思议故，如下所云，树出妙音，自然相合。这一段讲的是树成行啊，下面要讲树聚德啊。这个树聚哪些功德？我们都要学，我们要细心体会，把这些经典的教诲通通用在我们自己身上，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，用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上，我们跟西方世界佛菩萨就相应啊，现在相应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我现在已经在干世界极乐世界的事了啊，我不是干六道轮回的事啊。我心里面要想别人的不是，干六道轮回事，想别人的事也是干六道轮回的事，想是是干三善道，想不是是干三恶道。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在搞六道轮回呀，不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要知道啊。这个经跟华严经一样，华严经处处都有不可思议，无量寿经也是啊。不可思议者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，无法陈述啊，你怎么个说法？啊，我过去讲华严经，告诉听众同学们，华严经是讲原理原则，这个原理原则能应用在一切事物上，
他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和你的身份跟你讲。啊，你是官员的身份，有官员的讲法；你是领导的身份，有领导的讲法。啊，你是平民的身份，有平民的讲法，活的呀，它不是死的呀，字字句句都是活的，字字句句都是无量义。啊，随便你在哪里念一块来解释，都讲得圆满。讲得通啊，这经妙极了，所以叫不思议经，大不思议经。啊，那无量寿经呢？小不思议经。啊，学了就有管用。啊，我们也要能做到，树除妙音。自然相合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跟任何人，现在交通方面，我们跟不同的国家的人啊，不同国籍，不同族群，不同文化，不同宗教信仰，都是一家人啊，完全是自自然然相互，没有丝毫勉强，要养成习惯呐。啊，那进一步怎么合作呢？进一步就是建造宗教活动中心。所有宗教办活动都在一起，天天见面，真的是一家人。啊，每一个宗教的神，啊，也都供奉在大堂上，平等的，各个宗教的大德。用照片可以，没有照片用画像可以。啊，分裂在大堂的两边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我们想想古时候也在一起，未来也在一起，这就是这一句，胡论诗歌不可思议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龙总诗歌不可思议。好啊，你看这种宗教教育，才是汤恩比所说的，宗教是人类不能缺少。真不能缺少啊，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啊，没有这个认识，我们学这个宗教叫白学了啊，学了自私自利，学了功高我慢，学了他们都不如我啊，天天在吵架打架，那这个宗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啊，要知道宗教的神核心是什么？爱。没有一个宗教不说爱，爱是宗教的核心，爱是生命的根源。你看母子之爱啊，中国人讲仁爱，爱自己就相当于爱别人，
啊，爱别人胜过爱自己，这就是神。啊，神就会做出神圣无私贡献。我希望我们要努力，啊，希望将来每一个宗教的领导人，他的书房里头所收藏的各个宗教不同的经典，都在他的书房。啊，我相信会做得到。啊，为什么？宗教经典上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神不会让这个世界世人消灭。神爱世人。啊，在这个苦难的世界，神爱世人。啊，神要把他的爱展示出来。啊，我们被爱，我们也能把这个爱发扬光大，代表神去爱世人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这是神圣干的事情。我们现在既然做神圣的弟子儿女，我们就要把神圣的事业发扬光大，不能违背呀，不和就是违背了，毁谤就是违背了，六和就对了啊，六度十愿就对了。啊，这些都是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、各宗教的神圣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思想、共同的愿望。啊，说得最清楚最明白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我们再看下面这段书觉得请看经文，清风是法，出无因身，微妙共上，自然相合。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感动天地。啊，什么力量能感动天地？孝心。孝亲尊师，感动天地鬼神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祖经会疏曰：“无漏清净风，故云清风；应时而吹，故云是法。”啊，想清风的时候清风就来了，不想的时候它就不见了，就没有了，这叫实法。啊，无音声，无音是中国古时候的音乐，
应节有五个，工商觉知语，这五神啊，现在叫道来密法所，七个音，中国古时候五个音啊，这就是现在所讲的交响乐。啊，注意后面这个字，五声可摄一切音声。啊，此五声乃中国古代乐律之本，再加变宫变徵，一共是七声，跟现代的音乐七声是相同的。啊，微妙共商，以共商代表一切音声，一切音声你耳所听到的，悉皆微妙。啊，微妙到什么程度？你喜欢听什么，你听到的就是。啊，我喜欢听诵经的声音，你听这个声音就是诵经。我喜欢听无量寿经，哎，果然就是无量寿经。啊，你喜欢听华严经，你听到就是华严经。他喜欢法华经，他听到的就是法华经。一点都没有干扰。啊，你喜欢大声，它就大声；你喜欢小一点声音，它就小一点。妙极了。啊，相合就是相应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，你想听什么你就听到什么，你不想听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啊，你想静坐，一切微细声音统统都熄灭了。极乐世界大圆满。能如一切众生的心愿，而彼此不相妨碍，不相妨碍就是相合。啊，每个人都快乐无比。人与人，人与万物，绝对没有冲突。啊，没有对立，更没有争论。这是一个宇宙大和的道场，极乐世界是个道场，啊，是一个学校，阿弥陀佛办的学校，戒引设法，一切诸佛刹土，特别是六道十法界的众生，帮助他们到极乐世界快速圆满成佛。啊，成佛之后，我们能够体会到，诸佛菩萨第一个念头，报恩。
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。啊，怎么样报答？像诸佛如来一样，现身说法了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应以什么法教诲，就用什么法。法无量无边，身无量无边，同时一处，同时一处，没有不自在。啊，所以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普度众生，这样的人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不计其数啊，太多太多了。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戒引众生，一个都没有漏掉。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众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做阿惟越智菩萨。本经四十八愿第二十愿说做阿惟越智菩萨，没有说同居土的人例外，没说，没有说就完全一样了，平等法界啊，人天，这是凡身同居土的人天，跟方便土平等，跟十报土平等，跟化身菩萨平等，跟诸佛如来平等。真真不可思议啊，会所言愿力所成，不解鼓吹也，故云自然相合啊。这一些音乐有没有人去演奏的？没有，自然。你想听，随时随地你想听他就现，不想听他就没有了啊。音声大小完全随意啊，所听的内容当然像我们去的还没有大彻大悟，我们想听的什么？想听经啊，最好这些经呢都变成乐谱啊，还有微妙的这个音乐来伴奏，我们听得更舒服。这个在极乐世界都办得到啊，心想事成呢，没有你办不到的事情啊。啊，所以树出何神，行极乐世界。一草一木，悉皆圆明具德。圆明具德，唯独华严有。华严之外，本经也有啊。所以本经，古大德称为
中本华严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